跟你这套特别像老夫子。哎呦喂，哇，这两个点评一下，我不像你感动那么大。哇，看一个最好笑的，有人问说现场上请问你们逆战的雨比较大还是漂移的雨比较大，然后下面也回答反正没有长头的小气球。啊，都冲着我的方向啊！栋梁老师跟马小龙老师来看我，好，看王老师。Thank you.